之前公司办的红火的时候，大家都叫他孙总。人前人后，捧他的人多如牛毛。后来出了事儿，大家名字都省去了，提到他就是那个进去的。所以我也看明白了，人和人之间啊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但咱俩不一样。你说我爸他图什么呢？忙了一辈子，家都忙散了，最后落到这么个名声。人有钱的时候，和谁都有缘，但一旦没了钱，他们都嫌你烦。那可不，刘小贤，请问你在干什么？结果呢？现在他住院了，动手术你都不知道，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？我说你听到没有？你爸肠梗阻，年前做了检查，开始决定保守治疗，可是过了几天没有效果，必须得手术。手术就是你们医院肛肠外科的李主任做的。手术当中发现还有肿瘤，必须要切除，需要家属签字。我当时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也不接啊。我刚刚在抢救病人。你爸当时躺在手术台上，我找不着你，你哥也不在，只能我自己去，只能我自己签字。你知不知道我签字的时候我的手都在发抖？那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是想早告诉你，你爸担心影响你工作，不让我跟你说呀。他的话你也听，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呀？我不听你爸的。I know this Dong Gui. It can nourish the blood and moisten the intestines. Last time Dr. Swan told me that I have a problem called deficiency of qi when she took my pulse. So I searched online and learned that Dong Gui will be a solution to my problem. Oh, I see. You have your homework. 右边这个锅底呢是当归党参汤锅底。这两味中药结合的作用呢，主要是起到一个通经活血、益气养血、补中益气的功效。Wow, I've never heard of
food that can cure diseases. It seems like our cognition has boundaries, but knowledge has no bounds. 左边这个锅底呢是辛辣的锅底，它是我们中国冬季最常用的锅底，它具有温中散寒、行气化湿的作用，特别适合冬季手足不温者食用，不仅效果好，口味也很棒，你可以试一下。For so good food, we also need a good drink. It's a pity that Dr. Ma has already quitted drinking. This brandy has been in my collection for long. Oh, thank you. The first toast is to our two beautiful ladies. 你这么聪明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那确实是挺失败的。你想想啊，袁飞医生的妻子每天要面对多少事情，自己要解决要承担，家里家外也没人能帮他一把，还不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，担子压太久难免会累。这种事情可不是睡一觉喝一顿酒就能解决得了，他每天早上起来要面对自己那么繁重的工作，还要照顾你们的双亲，你不关心他反倒去骂人家，怪他不告诉你爸爸为什么住院了。我也没骂，当时确实是着急，当然我知道这事儿我错了，可是这就是误会嘛。这感情里不怕苦和累，怕的就是受委屈，更怕的是受了委屈之后对方还不能理解。